快点走不了。好了，再开始了。有力有力有力哦，有力有走。好，靠近面的没有了，靠近面的没有了。好，到地面的没有了。看，你们疼吗？要基本上，听懂吗？有效击打，你们。好，场边可以指导，是可以指导的。有力。这一拳，这一拳确实很快啊。稳重。好。回到杨伟，再次摔倒，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看到实际上这个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咏春的实战能力啊，实战能力挺好，还真的不错。好，看一下表现，这是一个李成啊，指导还不要再打，不要再打，好，不要再打啊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还有一分十秒啊，一分十秒，现在指下去。我们医生确定一下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丁老师，不行的话，我们可以就是取消，我们可以取消，然后我们慢慢的再探讨，可以吗？丁老师，还有一分钟啊，丁老师，还有一分钟啊，我们只打一局，一分钟，最后一分钟。我觉得刚才丁老师的表现已经大多展开，看这拳展现出了很多咏春的技法。别摔，别摔！好，那么击倒，别摔，用拳击倒，大高远，都行。好，没有地面，没有地面。击倒，击倒，不要后直高。好，还有多长时间？计时，计时，看一下，五十七秒，还有五十七秒。好，比赛结束。好，比赛结束，比赛结束，比赛结束。上擂台，上擂台。